我身上穿的呢，就是低喵的新系列哟，这超级可爱，这个粉圣诞节有礼物送哎，压送我，我拿 V 的韩服，韩服版的我在韩国，耶，送真的比较好看，真的比较漂亮，脸怎么会这么小？为什么身上会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就是我，耶。Get all the Christmas songs that we love. 我们的 B， 这个男的他说他们要去很久，好好的 exclusive 的，祝大家拜完啦 ！Live in yourself， 很可爱。来做开头，你们懂吗？呀、yeah, ，我在开头，前面已经买了一段了，然后我到现在也没有做开头。那我们这次呢，一样是跟 Central Depot 做主办的合作场地啦。Central Depot 就是这么爽，给你们看。现在外面下大雨哦，真的是下大雨，我们还是可以逛街的逛街，可以 happy 的 happy， 就是圣诞的感觉就是要这样。而且哦，它很凉，你知道吗？而且晚上还有什么？还有下雪。这次晚上还有下雪。才是 Christmas 要的感觉。我们现在带你去逛逛一下，红红林到底有什么东西？可能这个会变成在晚上的时候。我现在会去地喵了。那地喵很多人，我很开心。地喵第一天就爆单了耶！哎呀，快乐仔呀！我买了那两件，他帮我拿。爱你，爱你。你讲你要送我什么？单，这个呀。我圣诞节有礼物收哎，你要送我，我拿，我拿这个，谢谢你。但用哥哥也有啊，他适合戴吗？我适合绑头发啊，绑的。好啊好啊，你绑一个给他。绑头发。可以吗？可以吗？妹妹饶了我吧。恭喜我们正中红心的得主耶！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公司 try 了三十多次都没有人中过的，这是我们第一位。满满的人太开心了吧、啊、哇，老板娘亲自包货呢，这样很开心，就是好好练这么多人，下次我们的布可以大一点吗？可以，我们直接两个布。对，人到了还要送我们饮料喝，怎么那么好的了？因为穿着低喵的衣服，所以人真的是打落了。他们要给我低喵代言费。哦，这个是女明星送给我的 Miu Touch Cross Tong Tong ML Lip Gloss。丽斯克洛伊有国际的 superstar， 这个是不能乱讲。韩国，飞到韩国，三大功这样三个步都全面镇静，它可以降温三秒，镇静，然后还可以补湿保湿。你看我的相机不在，他们刚录了一段很棒的语话给我，刚刚群朋友。他录什么给你？他说我真的比较好看，真的比较漂亮，脸怎么会这么小？为什么身上会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就是我。买啊，我可以便宜卖你们。亲弟弟都要给钱呐、啊，获得一个限量低喵杯。观众已经贴安了，你们看。没有，这是好的象征，真的，我很开心，很忙。各位真的不一样，你们记得想回去，去年还一直到处跑去到处买东西，今年真的是没有时间买东西，没有时间逛街。我可以要一个一粒宝罐吗 ？Thank you。刚开始吗？ Oh. 新鲜感吗？不一样吗？门口进来的，看到吗？最壮观的装饰就是我们相送爸爸。我
们今天的主要的 event partner 呢，就是我们的Samsung。怎么办？音乐很大声，应该不会中版权吧？当中跟我们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 collab， 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喵跟 Chiscom 呢，都有跟Samsung一起出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我可以给大家看，真的很好。看到吗？是不是超级可爱？这个小小的 Porsche 啊，是不是很想要你的眼神？里面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的眼神有点发光。就是你只要转到地喵的，等等，你看地喵的蜡烛，很香哦。真的很香，这个是百度 sticker， 还有一个呢，这个是我什么？的就是 pop socket 哦，然后 pop socket 呢？对，盲盒，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secret 是哪个 ？secret 是 secret 是很可爱的 ，secret 是一个圣诞树，然后超级无敌 power 的。我们来开一下，我们随机拿到什么？看看是不是 secret？ 真的吗？啊，不是 secret。是什么？看见哦，这里是很可爱。很 cute， 我觉得地喵之后可以做一个盲盒系列，是不是？对啊，对对，真的。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宝贝，出生的出生的 baby， 我的宝宝们。然后呢，我身上穿的呢，就是地喵的新系列哟。这个呢 ，exactly 就是代表着地喵的颜色。你看我们的 logo 颜色啊，都是这样子的组合。所以穿这一件就是非常的好看，有没有一点圣诞节应景？有有有有有有。Christmas 应景。还有没有别的颜色？这个有，还有一个黑白色超可爱的。哇，我觉得好看的有。是不是想要买？是不是？对对对，原价给你。啊？给你扣个五块。OK OK。然后呢 ？OK，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地喵这一次的系列会是拼接款呢？其实我们Collection 2呢，多数都是比较拼接系列。像我们第二次的主题是 Believe in Yourself，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好大声啊！我们要 believe in myself。我们人啊，很多缺陷啊，好像很多人不满意自己啊，缝缝补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是很有魅力、很有独特、很非常的就是独树一格的人。所以我们就是想用拼接的系列来代表着现在的人都是用缝缝补补来让自己呈现一个很完美的状况。这就是拼接款的地喵色。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也有为了 HoHo Land 做了一个 exclusive 的。T 恤就是这个，把它带走了。真的假的？哎，不是有新的吗？有提前给我包起来。哎呦，这个呢，就是我们专门做给 HoHo Land 的颜色，因为它是有点水洗色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 Collection 2的主题 ，Believe in Yourself。其实说起来讲，就是 Be You， 就要你成为你自己这样。有点复古复古用哦，是不是？不是全黑用，不是全黑。Yeah， 现在我们才卖了第二天，我们只剩下 XL 的 size。哇！Oh my god！ 太开心了！真的，大家忙到真的是没有时间逛街了，各位。真的，我跟去年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还已经不一样。你看，我幸福了。之前下午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逛街，现在已经晚上了，他才回来过来拍他的影片。我们看我们最大的宝贝，哇，我们的弟喵。哦。他是哈基。哈基。哈基是什么意思？不懂。抱抱的那个哈。哈基。哈基。我们很难得可以带到它出来，因为可以容纳它的不多，就是 HoHo Land 可以。为什么？因为呢，前头底不够大呀，厉害厉害，才没有办法容得下它，你知道吗？每次我们想要带它出门都太难了，因为它太大。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啊，我从去年吃到今年，我拎不了两罐在你的大脑，在背里面。终于能是放过我感觉啊你。哎，不要这样，我等下还要赶回去。是吗是吗 ？OK OK， 让我们看啦、啊，各位。这当当的，可是哦。像人家高级啊 ，The Gummy Club， 为什么会换名？讲一下，为什么？因为要长大，换个名就长大了。对，你们要换名？我以前叫 Winnie 嘛，现在叫 Miss Chloe， 而且是一样的嘛。我以前真的叫 Winnie。对，就是人要长大，人这种懵懂无知的时候。对对对，对要长大。你们要改名改一下好吗？你们要 Club， 这是啥呀？这是韩星。这是韩星在边，水光机有没有？哎。有有有喵有喵 有水光水光，有点不一样的什么？来哦，我跟你说，大家这个人越来越厉害了，跑去韩国跟人家合作。这个人出衣服了，你是想要来？没有，不敢，我们可以合作嘛？可以 cross 一个，可以 cross 嘛？从此刻开始，我们就变敌人了。这是我们的总编们。我跟你讲啊，我从以前就想要跟他 cross。对，我们两个 baby。哇，哎，不错嘞。哇，地喵主演人讲不错，我要哭了。好，我要去下一个档了。去吧。我们三大作业人呢，还有当然少不了 Sis Home。
他们这次的概念走不一样哦，有家里的氛围感哦。要开门，要开门，要开门，按门铃，开门。哪里有？啊，没有没有没有。Thank you 啦。这个你不用怕，这个大哥已经把你搞定了，搞定了。真的假的？真的会做事，不错不错不错。他说我温暖，老板给我的老婆。耶！哇，都是 sis home 的，大家都要走家里路线哦。还好他一如既往的口交呀。这很好看呢，我觉得我每次来这里哦，都会有不一样的对 booth 的设计的一个概念。对对对对对。学习 ，Let's go。还有我们的朋友 Gongjie， 都是首饰啊，一些漂漂亮亮的。防水的，防水的，我记得。I want them, then my husband. Oh, you want to say? My birthday color, I think, is blue. August. 看，这个就是。生日时哇，还有颜色的。OK， later my fiance buy。这个呢，也是我其中一个，我觉得我在马来西亚看到很不一样的，也不算潮牌，应该想说个人品牌。然后我也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 West Hello。Hello， Merry Christmas。我超爱他们的包包，我们的包包就是整个都是很台湾风、日本风的感觉。我决定啊，我要在每一个档口。留资料，我要什么？要跟菜单我买单，还要来结账。可以哦，可以哦。丢不丢 ？OK， 可以可以可以。我要、yes. 我要可以写满我的码，我要。你呀、啊？怎么算了一下了 ？OK， 看算了。我要封他为全马最厉害的代购。你想让我国家都有啊？哎呀，这是谁呀、啊？穿得这么漂亮。哇，新店的老板呀。哎呀，我们泰国代购。给拜，这个花很经典。这个是什么？这是给我。对呀、啊，给你拍照吧。要收回去的、啊。要收回去了。好大方哦，店主。还要收回去，只有拍一下。OK， 拍完了，可以放回去。家厉害啊、哦！哇，这个真的厉害，这个真的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他筹备这东西应该才一个月。哇，你有这么厉害的？哇，真厉害！我也不敢。对对对，真的。是谁呢？蔡妈咪。亲手制作的，对对对对对，你很可爱嘞，你看。平时吃不到啊，平时。啊，不好意思，平时我吃得到。啊，如果是普通。啊，别人吃不到。对对对，真的。嗯，没有错。来，妈咪，怎么卖啊？我做两种口味，这个是chocolate chips cookies。OK。这个是原味，里面已经是独立包装。然后这个是双拼，两个口味都在里面。现在在HOHO呢有做优惠。什么优惠？一个盘的138，原价157。刚讲了没有用啊，因为我破手影片的时候大家都来不到。对对对，对不对？会 online， 会 online， 大哥讲会变 online。呀、yeah, ，这个呢之后会变 online 卖，然后以后呢还会有新年饼啊一堆啊，所以大家想要吃蔡妈咪的饼干，买。我很喜欢吃，是因为我很少吃甜食，可是蔡妈咪的饼干是不甜。我跟你讲，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巧克力的。你这真的很有那种外国圣诞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不是？对对对。我讲哈，一个月筹备就这样啊。哇，这厉害。真的很厉害。这巧克力大家买真的很好吃。我超级爱这个巧克力。Next 董事长你嘛，回去不做工啊？去做工啊？你要去工作了，不能再逛了。有没？嗯。我怕叫我们。没有，我想。董事长，我好不容易休息。OK， 继续。倒水。哦，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跑去哪里啊？为什么没有送我？我要，我要。他们家有出新的眼影盘，还有口红，还有这个很可爱。这买的？那是口红链，可以办个口红链这样子。OK， 可以啊，我们走啊，可以走啊，我们。来。哎，很可爱，你看，有蜜蜂的。哇塞。啊，超可爱。机场勇丹，这个跟你们讲。我觉得这个人很夸张，他们讲昨天 restore 了很多次又 sold out， 现在还没有10点就 sold out， 有人要走了，到底是为什么？好快哦！老板娘啊，真的你看，我们10点才结束，你什么意思？听讲有人昨天 restore 了也卖完。他们现在8点离开回家做了明天赶明天的货在，我觉得太嚣张了，太嚣张了。看一下这个，说啊，明天再来，可能明天要早一点来，各位看到我手上的吗？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很熟悉啊？各位去年的时候有没有穿到？耶，我的指甲好了。
们可以去做销售，这样子应该会引来很多顾客。我们看看等一下的状况如何。就是我呢，每次会在他的店做美甲的 ，Every Nail。他们在 Holland 呢，主要就是帮大家做穿戴甲，很多个款式可以做。你看，哎，一个很适合你，一个很适合你，我看一个。我缺发财，各位我要这个。我这个。很适合你心，可以哦，就是大家这个 all the way 来做了指甲就可以逛街美美的过圣诞。大家，我每次知道我脸为什么会这么亮吗？为什么？因为我呢每次固定都在 Kaneki 做脸的。你做我们测了的？哦，可能是。可能是你给我产品吧，是没？每次每个月都会固定在这边做我的保养脸。哦，他们主要是卖他们的产品，产品很好用啊，相信跟着杰西的技术都是哦 ，mask 非常的好用。哎，有人了，还不是没有人了呗？有人了呗？结果躲镜头外面，听说这位很厉害，讲他的香水是香到无比香的那一种，而且这个牌子也很厉害哦。一个月前才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然后就在白布坊。一个月前，哈，也是很嚣张的一位。哇，老板娘呀 ，Hello， 第一次 join 好好嘞，呀，很厉害的，一个月前差不多就投好产品，然后就过来呀。对，我很少就跟他们过来，我就讲跟他们讲，哎，我一定要进来，一定要进来。来介绍一下你的牌子嘞。哦，好的。有什么适合我的吗？这里是那个乐凯的玫瑰，这是花香，两个有错，我觉得你会喜欢它不一样。我觉得可以骗到东西。喂，真的，那个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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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没有没有，来，木香什么？我觉得你就不要选择，真的吗？真的好香哦！哇，很适合我今天的穿搭，的味道哦。站前一点啊，喂。这猜是什么呢 ？Thank you， 阿克推荐的。我还说失败了，失败了，喜欢哪一个味道 ？Yes yes yes yes。可是我觉得你买一送一比较好啊。Yes。加点加点加点。Lady。耶，去年是我们这边悠悠。所以你还在同一个 bakery 上班啊？哦，是吃。差一点点就撑死了。大家看一下哦，这真的很。我们开开箱那些蛋糕，哇，哎，有一点肿型哦。但是还是蛮好看。哇，有免费蛋糕吃了。其实他昨天就给我们了，对，因为我们昨天不在。有那个叫给我们看那个细节，这是我们其中一件 T 的 graphic 哦 ，Believe in yourself， 很可爱，还有边边都是花花的雕饰。不还要脱鞋一下？你看啊，有多么的夸张！这是什么呀？回到家的感觉。对，家里的毛毯。你们的概念是这样？我们感觉就舒服嘛，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主打舒服的。你真的很舒服嘞，妈，很有心啦，是吧？你们觉得又有 style， 然后又舒服。今天的第一名就是你，哦，真的吗？我自己个人颁奖。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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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百分。哦，我们今年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衣服系列。刚刚有人跟我讲，他买了一个被。哦，枕头啊，被被对对被被被，枕头被，一个被。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有个男的，他说他买给女朋友，我们只是要买衣服，他不要，他只是要买枕头。枕头买了，买了，然后他是被单。哦，这个是枕头跟被单，还可以打开变被单。OK 啦，贴心啦，蛮贴心啦。他讲书生有用到，书生有用到，然后就哇，好嘞。他说他要买给他的未婚妻。哎呦，不好意思啦，就放上去。哎呦，我要戴墨镜了，我的眼睛痛啊。哎，他收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买一个送给他，他买一个送给你。OK， 好，我们好了，我们好了。我好像叫我声音了，是是是是，OK， 是是是是，这个是新婚夫妇，噔噔噔噔 ，Hello，Hello， 哎呦，怎么没有请我？哎呦，把天聊死，尴尬到死。你来吗？九万的可以不可以来？前天都不请。你在忙吗？我知道你在忙啊，不要讲。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
继续。可以，只要是平安夜就 OK， 四生夜的话就不要。好 ，OK， 来，继续。我今天先试闻一下它的那个烟的味道，它这个是香料，来浸泡水，再闻一下。对。哦哟，转业，真的不一样，专业，不简单。我跟你讲，我的舌头是很敏锐的。哦，还没有经过我的考试，对不对？请问有酒是不是？哎，这个里面是有禁果的味道的。禁果。亚当跟夏娃的禁果的味道。真的？不要开玩笑了，这个是里面是红酒跟橙汁。哦，红酒可以，我喜欢红。来啊，来快来！来浸泡12个小时的红酒，有吗？有没有声音？怎样？什么味道？当初他们就是喝了这个东西啊，就在明天晚上。怎么了？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就有我们了。所以这个杯叫做禁果酒，这个叫 Drunk 三大，真的很好喝哎。Right now， 我怕我 Boof 的东西也要变成零元销售。哇！你还记得那个 Life 吗？有。非常害怕，我要控制我自己啊。他喝酒，啊，你买到我就免邮给你啦，哎呦。因为我不能喝太多。100分，我要给这三人喝。平安夜之饮，红酒。哦，红酒哎，有酒味了吗？没有。对啊，很好喝，不会，酒味不很重，很好喝。工作，回来工作。OK。不要跑了。叮，我们好好的 exclusive 的 The Dirty 卖完了。Oh my god， 我没买。So awesome。我没买。So up， 你可以买好一件 display 的。我们第二天就卖完了哟。哦哟。姐，你可以表现吗？你让我早点关店，他全部包下来了。他可以的。去剩下你们还在工作 ，Oh my god， 够力了！明天再这样好不好？开心的！耶，我们 Dimeo 第二天结束了， yeah. 明天最后一天再奋斗。你们可以播放点3、2、1。大家就要累死啊！我们从早上10点到现在凌晨12点啊，明天再继续加油。我们要是去年的业绩的。三倍可以的，那就3倍，5倍了，7倍了。如果3倍，我有。明天加油！早安，各位，今天又来上班啦。今天是 Ho Ho Land 的第三天，也是平安夜，我们是第一次哦，就是举办到圣诞节的前一天，然后也是第一次跟大家有那种倒数的感觉。问我今天晚上会怎样，我自己预想是很嗨的啦，所以我很期待今天倒数的时候，开心。好啊，现在呢进行的是小孩子的画画比赛，好可爱哟！哇 ，Oh my god， 这些小孩真是开心啊，很漂亮哎，这是艺术家的家，好想可以去第一那边拍。不要哭，不要哭。我们不是什么，不要哭。他已经喜欢我们，从2014年就代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你们，我第一个看是常永拍那video什么，女友在迷上 hip hop 的时候，然后就到现在啊，我觉得那些影片就不用回忆了啦，我们喜欢现在的我们就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哦，也很开心看到你们结婚，哎呦，谢谢，哎呦，每次人来就好啦，哎呦，我觉得还有免费的。太好了吧！哎呀，你们这群善良的人。听说是今天从早忙到晚哦，真的。肚子饿。真的？你要什么？比如你忙到你头发乱了。我知道，我要重绑我的头发。很好，幸福，幸福的忙。OK。开心，我一边穿一边笑哦。我等下要。有没？有真的，我看到明显没？明显的。我怕其他部分人不爽我。李淼的声音真的是好到，我现在才能吃东西。今天饮食部分呢，有我们的 Kubis and King。哒，太开心了！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我真的很爱 Kubis and Q 的食物，我真的在兼职的时候，我每天几乎都吃他们家的。哒哒，今天的食物有鸡胸，哎，这是鸡腿肉吧？天哪，都是我爱吃，还有炸菇。哒哒，我们现在转站去别一个场地点，但是呢，因为真的很喜欢，所以呢，哈哈，我带出来吃了。哎，有人忙到现在才能吃东西啊，各位。不用紧，我很幸福，请给我这样子的时间。Oh my god！ 投票。
四里川是我们的真实阿九吗？我去，还穿那么时尚，好人院。各位，我们 Holland 呢，还有 Food Street 哟、哦，这边有很多很多食物，本宫的茶超好喝。JWC，跟你讲，那是我从中学开始就爱喝的爱店啊。然后呢，这个是我朋友的一个优格干，有很多口味哦。叫什么呀？一个即兴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这个也是算是 Holland 的负责人之一，他呢今天把我地喵的名字打成 DEMEOW， 多一个E是因为 excellent 的关系，因为万子很好看。对不起，地喵的粉丝，对不起，生气，很生气哦。在干嘛呢？非常好吃，展名字非常之丰富，所以呢，还有我最爱的地方，我们的瑶瑶也有来这里了，不止瑶瑶，我们隔壁就是沙巴，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像台湾的小吃呀、饮料店，真的是非常多选择。我希望今天 Holland 的 Food Street 呢可以开到最为霸气，耶！这是明年的 Goal。OK， 耶、yeah, ！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现在9点，长乐他们要表演，我们现在去看表演。哎呦，谁在这里呀、啊？哎呦，你没有唱歌没？我们这个歌手要付费。哎，你意思是说长乐是不用付费的？啊，不是啊啊！拜拜，不要紧张啦。轻松。我要讲的一次，其实我们本来是合唱的，我是为了我让他踏出那一步，我再叫他去唱他自己最拿手的歌，所以我们就新歌 solo。你很棒，加分，还要来 assist 我了。我上一首歌我很怕唱错词，我把歌词抄在手上。我的儿子，谢谢。辛苦。Thank you.
有 footage， 我希望可以投到菜场有一点点。我觉得结尾哦，需要我们进来一下，不然怕输了一个录结尾，等一下我们冲掉。叫谁？这种，把我的我的我的，因为 ending 要一起，怕你们一个人还抽不了。我们要3.0哦 ，OK， 3.0见，对，3.0见，大家拜拜。各位彩蛋。出生的彩蛋，我进行公司好啊。啊，我是。我上班了。我今天正式上班，刚刚。OK。你们要给我薪水。要，可以可以。他赔我的哦。加油哦，出生！哇，你捞最大的了。是不是？我有天分啊。OK OK。我们还是你去提的吧。